女人请小心，这种男人你不得不防。然后我们一起啊，就是要共同资金，然后他也就把他毕生积蓄全部都拿出来，到最后这个男的就不见了，就很不愿意分手，每天到他公司楼下站岗。那个女生她整整一个月请假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:30，1/2强。